变化没？完了你，看不出来，半边大半边小，哪边大？这边大，这边大。这边大，这边大，到这那边大，这边拔牙了，知道吧？这边拔牙了，是不是这显得比较小些？这是不是显得小些？这边腮帮子大些，是不是？这边没拔，不行了，再把这边拔了。这不是左边吗？哼，没啥拔牙。我先把菜炒了吧，搁那放凉，凉凉，知道吧？要凉凉，不然热的吃不成。各拔几颗啥意思啊？拔完。八万吧，八万有，八万要不得你喂我吃啊，八万。出记录干的，出记录干的，你要准备搞的，出记录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搁点肉吃啊，没得呀。谁不行，我带点好吃的来。好饿呀。记录，你知道我在哪儿吧？这记录，你都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吧？用这记录，哎，好饿呀！真要饿了，肚子疼，赶紧做饭吃。赶紧做。晕眩，晕眩，晕眩！
哎呀，越说越饿，馋。来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来，你点赞的点点赞，大家把赞赞点一点啊，有条件亮亮灯牌。对呀，只有八个人点赞，其他人都在吃饭，都在忙着，手里都在忙着，对不对？先点嘛，先点三十个赞，你再做饭，再吃饭，多大点事儿？我给你演示一遍啊，三十个赞有多快啊？一。十个，二十，这都三十，这都够了，真快。有点热呀，有点闷啊。欢迎啊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没点赞的点点赞，有条件亮亮粉丝灯牌啊！感谢。170个赞啊！没吃饭的赶紧做饭吃。在谁家？住几楼？你知道我在哪儿不？你住几楼？一个人问几楼啊？咋的？你要我打个广告？是不是？恭感谢一人四个的最后看啊！嘿，榜一啊！恭喜你成为榜一啊！这都上榜一了，轻轻松松啊！这都上榜一了，还没吃，还没吃呀、啊！我要啥？炖的好吃的，砂锅里面，啊，砂锅里面搞的好吃的，不要不学的。感谢帽子姐姐送的灯牌啊，在谁家？你谁？欢迎大家啊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没点关注的去看看我的视频啊！我希望你们大家通过我的视频然后关注我啊，认识认识，交个朋友啊，有条件的加个粉丝团，亮个灯牌，没得的你们都点点赞，是不是？实在不想亮你们都点个免直播间点点赞，免费的赞赞点一点。吃饭没？吃饭没？不是还在做，做的好吃的，你们等一会儿看我做的啥啊？意想不到的。你们意想不到的那一些，来，还有谁？谁要准备亮灯牌的？来，不拉倒跟你讲正事了啊！纸巾啊，消防车里面这个纸巾21.9啊，到手是20包，21.9到手20包。这是一屉10包，这是10包，到手是2屉20包，一包纸巾是300出啊，300出，这一出的话一共是4次，
啊，一出四次儿，有四次儿。啊，这是黑心黑心的枝啊，我们运县黑心枝叶啊，就是乡村民娃子啊，他也给我带了这个枝，然后我啊，我们的食品主任，然后另外一个帅哥，他就是黑心枝叶的武增啊，这就是他的枝茎啊，天天想关心老年人，是不是？帮助。